你呢？太好了，我还没有呢。跑哪儿去了？去哪儿去找？可以把我放下来吗？抱歉。请问你叫？我叫超人，不是流氓的流，超人的人，我刘超。谢谢你，我叫孟娜。哎，二舅，不是乐队，那个赶紧过来训练馆更衣室一趟，真出大事了。Over。很多蛇呀，怎么就没了呢？这不可能啊！这超，不是啊？你咋迷迷瞪瞪的呢？我说多少次了，做人可以没本事，但是不能没出息。不是二舅，真的很多蛇，非常多的蛇，而且是剧毒的扁头蛇。刘超说的是真的，那些蛇长得不太正常，而且都挺有攻击性的。我觉得现在大家在学校里都挺危险的。中，我信。那你们想干嘛呀？啊，让我通知校长，在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毕业典礼上疏散全校是吗？这不闹吗？好办法。我知道现在学校领导他们都在哪儿，跟我走。哎，走。哎，干什么？